那找芳芳的，找芳芳的，那芳芳，这个是芳芳的那个男朋友。哎呀，那是说家里吃这个，这个吃这个，嗯，姑姑好好啊，地瓜，就吃地瓜，姑姑好好，地瓜就了了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姑姑，那姑姑，那那 那我去找小芳去了。你叫姑姑啊？你怎么知？你不用叫姑姑，你还没看到小芳？还没看到小芳？哎呀，那那那那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姑姑，我那我去了啊，姑姑。哎，跟我们的地方。哎呦，那姑姑真好啊！来，哎，他那个真是他姑姑啊？真的是他姑姑。他姑姑怎么？你如果不是他姑姑，那说是他姑姑，他肯定会说，那不那不认识小，他肯定说我不是呀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那那他姑姑怎么？他的姑姑怎么望着我笑啊？他姑姑望着你笑，他姑姑肯定是觉得你这小伙子挺好的，你这么帅气，他肯定觉得那是不是？哎，怎么被抬嘞？啊、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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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不，哥哥姐妹哈，不是，那人家就说了，那个那个就是他姑姑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他姑姑望着我笑，哥姐姐妹哈，哦，哥姐妹，这个福袋，哥姐妹哈，还有那个花了100的福袋，哥姐妹，100的福袋没有参与的，怎么去参与？不相信我哟，你不相信我，你就自己去嘛。没有不相信你，知道吧？不是，那、就是、那 那说他们说，直播间有人说，他说我乱认亲戚。那是他姑姑，那还能有假吗？那姑姑还有假吗？没没没，他爸爸三那个有三个妹妹，三个妹妹啊？对呀、啊，他们家里面他五姐妹啊，五姐妹有一个双胞胎，有一个双胞胎，一个结婚了，四个都还没有结婚。哦，这样子的，嗯、我的个天哪，哥姐妹哈、啊，哎呦，你肯定不相信我，我觉得那个是他们在说，知道吧？他们在说，哎呀，哥姐妹，哎呀，哎他那个啥，嗯，啊，那个那个我跟你说，那个。嗯，那个芳芳的话，他们家有几姐妹啊？我毕竟这么多年都不五个嘛，五姐妹，还有一个那个哥哥，还有一个哥哥，哦、对，没有弟弟，五个姐妹啊。嗯，哇，你天，他是老几哟？他老三啊。老三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下面还有一个那个芳芳，那小姐姐，我跟你说。嗯，你不是读那个加里敦大学的吗、嗯、是不是、嗯、那你现在你说你要来我们公司是吧、嗯、那你有什么才艺啊？我会的才艺跟那唱歌跳舞啊，那唱歌跳舞哦，还有弹我们这边的古筝呐、啊、古筝呐、啊、嗯，哥姐们还有跳那个吹芦笙都，哥姐们要不要那个，要不要这个美女姐姐展示一下呀、啊、哥姐们要不要，要的扣个一啊，要不要哥姐们，要不要啊，哥姐们要不要啊，要的扣个一啊，哥姐们左上角的福袋，100的福袋，哥姐们哈，咱们去参与一下哈，100的福袋要不要，要的扣个一，哥姐们好不好，让小姐姐那展示一个好不好，哎好不好，让我天，他们全部扣一，他说要你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什么啊，就是展示一下你的那个才艺是吧。嗯，好久没唱了啊，那没事，那呀，那说那就是青藏高原、嗯、这这三个吗，哥姐们行不行啊，他这个他这行不行啊，他这个才艺，呀那说呀那说，说我唱的不好，哥姐们唱的好不好啊，哥姐们行不行呢、啊、啊行不行，哥姐们行不行呢、啊、他这样子是不是真的有人喜欢我呀，是不是真的啊，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啊会做川菜的辣的那个，有没有会做川菜会做辣的呀，有没有啊，身高那个1.8米的，一身高1.8米的，那个身材真的身材这样子、嗯、啊要有肌肉的啊，有没有、啊，哎哇天，你喜欢那个猛男啊？就跟你差不多吧，那皮肤不要太白。啊，跟我差不多，皮肤不要太白。你是说我黑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才从徽州回来不久。啊。才从徽州，我是从徽州来的。跟你说，我在那个，啊、我虽然没有出去过，但是我们有那个书，我在那个杂志上面看到那个好帅呀、啊！我觉得你就跟那个帅哥，好帅。哎呀，哥姐们，那是啥意思啊？哈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哥姐们，那个，你们有没有就是有身高会做川菜的，就是有个子有1.8米的，有没有啊？哥姐们，你们那个我怕咱们1.8米的有啊，有没有啊？啊？那帅哥，那1.8米是不是太高喽？不高。啊？我就喜欢那么长的，那么高的。你喜欢那么长的？那么高的、啊嗯、哎呀哥姐们，那他喜欢有他有一个，他说他1.85米，有190斤，不要太胖了呀，我喜欢身材好的，不要不喜欢，就是要长一点那种，就瘦的是吧，哎呀哥姐，
高一点，不是长一点，是高一点，高一点是吧？哎呀，他喜欢高一点，哥姐们哈，要高一点，就是不要太胖嘞，那种啊，个子太大了。你不是读那个农业大学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我看你真的读农业大学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跟这还有假，肯定读过农业大学。那芳芳喜欢聪明的，那我那个出个题给你做好不好？你还出道题呀、啊？嗯，你会不会嘛？那个读家里蹲的，那没事啊，我那个读农业大学的。那你听好了哈。啊。那小明的爸爸有三个小孩啊，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大宝，大儿子叫大宝，二儿子叫二宝，二儿子叫二宝，三儿子叫啥呀？小明的爸爸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大宝，二儿子叫二宝，三儿子叫什么？哥姐们，三儿子叫啥呀？哥姐们，有没有人知道的？三儿子叫什么哟？哥姐们，一米八八，一百四的，行不行啊？哥姐们叫什么？啊？你不知道了吧？他们说叫你是读农业大学的。是他们那个叫啥？丹宝不是啊？哥姐们，这丹宝啥？叫宝宝。啊，叫。肯定没有人知道。哦，他是不是那个啥？你不能问他们。不是没问他们。叫小明，是不是？你问的他们。那你问，你看小明的爸爸，他有三个儿子，是不是？嗯。小明是小明的爸爸。是不是有三个儿子？那有大宝、二宝了，小明那三儿子就是小明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吃个这个吧。啊，是不是？这个、嗯、这个啊，谢谢你了，小姐姐。哎呀，那行吧。嗯。那个你不是读的加里敦大学吗？我也出个题给你，好不好？那你说嘛。一头有毛，一头光，捏在手里它直流汤。啊，捏在手里面还会流汤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啊！啊，吃的还是用的啊？还是干啥用的呀、啊？那你猜呀？脑筋急转弯呢、啊？啊？直播间有没有人知道的？一头有毛啊，一头光，捏在手里它直流汤。直流汤。啊？有这东西吗？啊，有这个东西吗？有啊，有没有知道的？直播间哥姐们有没有知道的？牙刷，不是牙刷，直播间已经有人知道了，他们有人知道了。是牙刷吗？不是啊，啊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知道了，你知道啥了？就是那个用的那个写字的那个毛笔，是不是呀、啊？咦，哥姐们，他哥姐们他说是毛笔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哥姐们他说是毛笔哦，对不对啊？哥姐们他说是毛笔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哥姐们对不对？啊？他说是毛笔，对不对？快来！你看，大家就在那，好像是那里了。这是我们村。哇塞，哥姐们，他们这个村有多少户？我来下来看看。哥姐们，我的天哪！哥姐们，这村太大了吧，好美哦！哥姐们，你们看，我勒个去！哥姐们，这是那个妈，你同不同意啊？妈，你同不同意？那个干爹干娘，妈，你同不同意、啊？你在不在呀、啊？你同不同意、啊？就是这个，你们那时候给我定这个亲了、啊。小红他们村里这么大，你同不同意、啊？就是这个地方，同不同意？妈，你同意的话，你给儿子打个同意啊！你们看这个村好美哦，好大哟、哦！这个村有多少户、啊？小姐姐，我勒个天哪！有七百多户啊！嗯，妈，你同意不？那个干爹干娘同不同意啊？那个你看，那个寨子好大呀！我勒个去哟！看到那个塔了没有？那个塔，他家就在塔的后面的。他家就在那个塔的后面那一家呀。第二家。第二家呀。嗯。哎呀，我勒个天啊！很漂亮，我们这里。哎呀，好多那个不是我妈的，那个别占我便宜啊！那个儿子乖，那个干爹干娘那个同意啊。那哥姐们，你们说这个菜子美不美？你们想不想录屏呢？有没有想录屏的哥姐们？啊，有没有想录屏的？我们要是往上走，那里到那里去，那里更在那里去录屏的。哥姐们要录屏的，咱们扣个一啊！我站在好的位置，让你们录个屏，好不好？那走，小姐哪里好录屏呢？啊，好嘞，我俩马上到他们家了。我勒个去，好美哦！哥姐们，你们有机会也到这边来玩哈、啊。那个阿妹他们问你哦，他们说他们如果到这边来玩的话，你去你家吃饭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我热情欢迎。热情欢迎啊！对啊，我可以去村口去接他。然后我们这里有外来人来的话，啊、有朋友来的话，我们那门口要喝叫那个南门那个酒。哦。然后
然后的话他们还会唱那个欢迎你到洞寨来那个歌。哦，哥姐妹好多人会去迎接他们，好多人会来迎接啊。那哥哥姐姐们你们来不来呀？来不来？每家每户都养的那个鸡呀、啊、鸭呀、啊、的这些，然后还有猪，还有就是那个斗牛、啊、还有牛肉吃，他们专门来的。哦，还有牛肉吃，那个可以摆长桌宴。从等一下你上来，还可以摆长桌宴了、啊。哥姐你们来不来呀、啊？来的打个来哟、哦，哥哥姐姐们，这边你们有机会真的可以来走一走哦。爱情桥，这是爱情桥啊，就是有谈爱情的地方是吧？就是晚上到这里来的好多情侣在这里约会的。哦，约会的，我的天哪，在这里哪里啊？这里是吧？这里你快来吗？哎，哇，这里，哎，你看哪里啊？漂亮，哇塞！你早上的时候可以来这里看夕阳。哇，早上可以在那里看夕阳。现在是日落了。现在是日落。然后他们摆长桌宴就在那里摆，那里一条。那里摆长桌宴。各位姐妹哈，你们要录屏的快赶快录啊！就是这个地方，各位姐妹，你们往这边。你看到我们这里有几个塔了没有？有几个塔呀？三个。你让他们看啊，让他们看有几个？有几个？一二三四，有五个。我们这里有五个塔，然后每个塔里面都住了一头牛王。每一个塔就住了一头牛王。专门去斗牛的，每一个从八月份以后每天都去斗牛。哦。那牛的话，就是一百户人家喂一头，然后天天搁那割草，那牛可大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哥姐们你们要录屏了，哥姐们你们在这里哈，把这个文字像这样往这边一滑，哥姐们往下面一拉就录屏了哈，哥姐们往下面一拉要录屏了，哥姐们哈，一般就有个录制屏幕，哥一点哈就录屏幕了，哥姐们哈，来三二一我就走了，哥姐们来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三二一你们就录个屏我就走了哈，来三二一，哥姐们来，哎。好了，走了，哥姐们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就走了。可以，你可以带芳芳来这里看日落。好了好了，哥姐们，那个哥姐们哈，那个小杨给他们再画一个福袋，哥姐们哈，一百的福袋在上面，好不好？一百的福面。哥姐们哈，这网络有时间有点卡，哥姐们，我怕你们被卡出去了，到时候你们就那个见证不了那个小杨的婚事，你们都见证不了我跟小黄十几年没见了，那时候我爸妈给我订的这个亲了，哥姐们哈，你们没点的把这个地方一点一点哈，点一点哈，哥姐们，然后去参与这个福袋，哥姐们哈，这里福袋里面一百的福袋，福袋里面装的都是好运连连，哥姐们点了以后，然后这样去发表就行了，哥姐们哈，这样去发表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哥姐们我就走了啊，哥姐们进村了，马上进他们村了，我的天，小杨。你直播间的人气怎么这么好啊，哥哥姐姐们哈，要到了呀，下去这里就到了哟，下去就到了啊、那个哥姐们，我就那个平时没事的话，我就去别的这边，我就这样点上一百下，它都会变成红色的，这样是活跃自己的账号。哥姐们，当你去开直播，你去发作品，哥姐们，它都会有流量了。哥姐你们看，点到一百，它都会变成红色的啊。哥姐们，我就不说了，马上到了啊，到了。那个妈，你还在不在呀、啊？哎呦，马上到了哟，妈，你在的话，你给我打个在，我马上就进村了。哥姐们，那个妈，那个马上就进村了。那个妈喜不喜欢我呀？妈喜不喜欢你？哎。那妈，你那个儿子好优秀哦，口才又好又痴情。那是我妈。你妈。啊，那是我妈。那你妈也可以变成我妈呀。这是哥姐们，那是啥意思？他说我妈也可以变成他吗？是啥意思啊，哥姐们？我跟你说哈，这、就是、在直播间飘小星星飘礼物的哥姐们，你们小杨的家人们这么都去给他交个朋友哈、啊。我跟你说，啊、那个芳芳好多年都没有看到你了，他如果看到你了。他就一直说，哎，怎么还不来？可能你说他，他可能就是在等你。等下你看到他了的话，他看到你了，他可能会这样子。啊，就这样。啊，小杨、啊，你终于来了。你终于来了。他就最这样。这是啥意思啊？这。他就是要亲亲，要抱抱，要举高高。这样子还要亲亲抱抱举高？我跟你说哈。啊。那等下你千万不能让他那个。抱哈，为什么呢？那我们俩都定亲了，那抱你，我就抱一抱，你没事啊。然后你就站在我、红姐，你笑啥呀，红姐？那个，那哥姐们，那为什么呢？那为什么我们都定亲了，不能让他抱啊？那个，那人家都说了嘛，那男女授受不亲。再说那你要是让他抱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要是让他抱了，他怎么办？这个什么意思啊，哥姐们？那个。啊，这个你们知道是干什么的吗？这个是干啥的呀，哥姐们？哎，这个是干啥的呀，哥姐们？这个是干啥的？换地瓜的。换地瓜的。哦，不能随便抱啊！哎呦，哥姐，那个马上进村了，那个妈马上进村了啊！马上进村了，要到了。哎呦，这个网络，哥姐们，这个网络真的，
这网络咋这么差呀，哥姐们？妈，你看这个寨子好大呀！我的个去呀！你看这个寨子太美了，妈，哎呦，快点，好嘞好嘞，哥姐们，我都得跑起来了。哎呀，这网络不网络什么咋有点卡嘞？我的个去呀！网络好卡，哥姐们，你们那里卡不卡呀？哥姐们，你们那里卡不卡呀？啊，哥姐们，你们那里卡不卡？哎呀，那个，哥姐们，啊。姑姑，你那好漂亮，姑姑，那个，你说姑姑，你咋能说姑姑好漂亮呢？不能说漂亮啊！你等一下去他家，你一定要热情一点，你要会说话一点，你要说姑姑好勤劳。姑姑好勤劳哦，不卡呀，哥姐们，我就是我怕你们卡的话，哥姐们你没点的这个地方去点一点啊，哥姐们去点一点，我怕你们不等一下被卡出去，哥姐们哈，再去把这个福袋去参与一下啊，哥姐们，一百的福袋啊，好福袋里面装的都是好运连连，哥姐们哈，哎呀，我勒个去，哥姐们哈，赶快走了。哥哥姐姐们，那个你们呢，你们都是有见识哈，哥姐们比小杨那个啥都是有见识的人啊，就是你啊，那个哥姐们等一下，那个小杨你们比小杨哈，就是你们过的桥比小杨走过的路还多，哥哥姐姐们等一下，我要是见到他爸爸妈妈了，我是直接叫爸妈呢还是叫丈母娘呢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哥姐们你们那个啥这是干嘛呀，那个紫玫瑰，那个我们爸妈那时候在广东打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还小，就是他跟我跟那个小黄定了一个亲，小黄他们是贵州这边侗族的少数民族的，就定了一个亲，我那时候联系方式不变，一直没联系上，我今天打听到在这个村呢，我在那个美女，我在村口遇到这个美女了，她知道小黄家里，她带我去知道吧，哥姐们马上进村了哈，哥姐们这里没点的记得点一下，我怕你们被卡出去，哥姐们哈，村子里面网络不怎么好，哥姐们哈，哎呀，叫爸妈，我在你才是丈母娘啊，哥姐们你们说是叫啥呀，啊哥姐们不是，我小杨也是农村长大的，没有走不动啊，哎呀我的个天哪，哥姐们哈，这边哥姐们你们说这个菜籽，他们这边菜籽美不美啊，哥姐们美的打个美啊，这个哥姐们你们看他们每个菜籽都有这个塔，哥姐们漂不漂亮啊，哥姐们漂不漂亮，你们看这个菜籽这个塔漂不漂亮啊，哥姐们漂不漂亮，哎呀我的个天哪，哥姐们你们说这个菜籽美不美啊，哥姐们美的打个美啊，美不美，哇塞，这牛，哇塞，这牛王在洗澡，这牛王洗澡啊，还有人给他捞痒痒，哎呀这个牛还给他洗个澡，哎呦这牛好大呀，哥姐们享受每天他妈还给他捞痒痒，还给他捞痒痒，哎呀美呀，哥姐们这个一百的福袋，哥姐们没有参与的去参与一下啊，哎笑死了，为什么笑傻呀，那个小姐姐，那里有一头牛，那里也有一头，也是牛王哦，那个牛可厉害了，打架一次赢一次，打一次赢一次，我的天，那个牛在那里好舒服啊，每天要拉出去了洗两次草，洗两次澡，还有人给他捞痒痒，哎呦这牛好幸福哦，这小姐他们家快到了没有，那个小这小卖部了，都叫小卖部了，好了哥姐们哈，马上到小卖部了，哥姐们哈，那个有的哥姐们，我走的时候我妈给我啊，我跟你说我妈给了我12张知道吧，12张那个包，哥姐们哈，等一下那个咱们这样去的哈，哥姐们小姐姐他们家附近有没有小店呢，有啊，这就是小店，那个我去那个直播间的哥姐们他们都说我不能空着手去啊，我来我们这里了，我们这人很热情，那不小姐，我跟你说我那我妈走的时候她给我的准备了12张，还有就是那个去他们家的，咱不能空着手去，那个有没有小店，有啊，就这里就小店，就这里就是啊，那你就拿一瓶花生牛奶吗，啥，那怎么能，那你是不把我老婆搞丢了，我跟你讲来我们这里拿一瓶花生牛奶已经很大方了，花生牛奶很大方，对呀，那哥姐们呢，条件还是很好，拿多他们会说你看不起他，哥姐们那一瓶花生牛奶那不，哎呦这不行吧，哥姐们啊，感谢关注啊，哥姐们你们加了粉丝团的，哥姐们点加了粉丝团的，哥姐们觉得小杨这个人还可以的，愿意交朋友的，哥姐们你们点一下下面这里哈，把那个粉丝团点一下，哥姐们把这个灯牌给小杨送了好不好，1毛钱不需要给小杨刷礼物，只花1毛钱给我送个灯牌就好了，
哥姐妹哈，好不好？帅哥，行行行，怎么了？帅哥啊，那今天你说到直播间，他们有很多人喜欢我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真的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啊？真的。那这样，你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的话，我去我家里面捉一只土鸡，然后给你吃，好不好？捉一只土鸡啊？那太客气了。自己家里面土鸡。你要捉只土鸡啊？那你说话要算数啊！你真的要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啊？真的，介绍。哥哥姐妹行不行？给他介绍有没有中意这个安排的？有的打个有啊。他说他还要给我抓，有没有啊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去抓一只土鸡。那你看一下嘛，我给你转过来，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一下。有没有啊？哥姐妹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真的有哎，那我去抓一只鸡给你吃吧。抓一只鸡啊？那个小姐太客气了，好。来，谢谢你了，小姐。那我一定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哈。好好好。你跟我一起去还是在这里等我哟？那我。你去你家里拿，我在这等你哦。你好多久啊？哦，那行，那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来哈。好，哎呀，哥姐妹，哎呀，我的小哥姐妹，那个小姐她去拿那个了啊，她去拿一只土鸡了，哥姐妹。小姐姐她去说，小姐姐她说她去整一只土鸡，哥姐妹，她说她要请我吃土鸡，哥姐妹，你们有没有喜欢她的？有没有？到底有没有？不要跟我开玩笑，哥姐妹，不要开玩笑，她要拿一只土鸡到她家里。不用多少那个东阳光知道吧，他们这边娶个媳妇就一头牛两头猪，知道吧，知道吧，哥姐们左上角这个福袋啊，没有参与的咱们去参与一下，那老板来给我拿那个，哥姐们来好运连连，哎呀，拿几箱那个，你来，哎呀，这就是两种哦，哎呀，好，哥姐们，我拿了马上就走了哈，哥姐们，我拿了马上就走了，哎呦，我勒个去啊，好了，有事吧，哥姐们，有没有？好的，哥姐们哈，因为这个事咱们不能说的太多了，说的太多，咱们等一下会不会安排的，哥姐们哈。会不会安排的好不好？哥姐们中了福袋，我看好多哥姐们中了福袋的哥姐们给小杨甩个灯牌就好了哈。中了福袋的哥姐们给小杨甩个灯牌，看看。185是吧？哎，哥姐们哈。哎呀。哥姐们，我有点感冒了，我勒个天啊！来，我在这里等小姐姐。喂，那个阿姨，我跟你说，阿姨，我跟你说，那帅哥，啊，阿姨，我去欢欢的男朋友，我来找欢欢嘞。我家那个鸡还没有进圈，那等一下我再来捉，进圈了我来捉，好吧？进圈了再捉。先去芳芳家，行不行？可以，好，进圈了来捉哈。好，走吧，走了，走。说了就一瓶花生牛奶呀，你咋？那不，那个小姐那个，我妈妈已经回来了，等一下进圈了，我妈妈给我发信息，我就回去说哈。好嘞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太大方了。啊？你太大方了。就跟哎。我说你太大方了。太大方了。嗯，对。那没有那个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那我妈妈都说了，知道吧？啊？快走啊！啊！讲话，我路都往这里走，他俩就在这里。哎呀，哥姐们，马上，他们家就在前面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的个天！还有一分多钟就到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的个去，好紧张了，我天！感谢我的糖果啊，谢谢我糖果送的墨镜，那不用给我刷礼物，感谢啊！咱们给这个刷墨镜的哥姐们哈，给这个刷墨镜的榜一，咱们去交朋友。小杨的老铁们，咱们去给那个我的榜一那个姐姐给我送了一个墨镜，咱们去给他那个啊，点个关注就行了哈，哥姐们哈，给我的榜一姐姐，咱们在直播间飘小星星的小杨的家人们都可以去给他。